工蜂获得快速性的幸福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您通过熊猫 TV 平台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乔氏杯中式八球的这个国际公开赛，中国区选拔赛第二阶段64进32双败淘汰的 TV 台现场直播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苏新元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张清勇。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包红峰对阵屏幕右侧江城，比赛采用21局11胜120分钟限时，双方轮流冲球。第一局包红峰开球，五号还好过线啊。单色上方五号，您右边对手的这个花球啊还是比较多，有三颗，所以这杆球尽量的还是要避开对方球。用左下方的带口的三号来做衔接，来过来看看黄一两边底带是不是都够响啊。左边如果也有下的话，就不用单独的去叫到这种八号跟十二的一个小缝隙中间了啊。还是要叫中间缝隙。好球，好球啊，还不错。这时候一定要去先把黑八的问题想一下啊，比如说两边底带都够下的话，就直接想办法解决上方的六二。10秒。5、4、3。看看六号左边下方底带是不是同样也有下，有下可以低杆打击往回退一点点，然后再用二号球叫黑八。
局汪洪峰胜，比分1-0，开球清台。第二局，江城开球。如果选择花色球入局的话，上方的14号可能稍稍还费一些头脑啊。对，进球啊，一定要找一颗合适的去尽量的带开。现在这个9号就是有机会，高杆打进，从上方往下刮4号球的包边。好球，轻描淡写啊，把问题解决了。对，右边中袋13有机会向上，这个位置呢，一个是叫到1号跟6号缝隙中间，另外一个就是向上直的去 K 这个王一。这个位置的话还能再打，中袋还能打一颗，上方14能看得到，但是14看得到，从14往下调2个中袋是不太好去调的。就是江城也在瞄啊，我再打一个中袋然后再过渡。12、11、14，从14这边出，从4号就左侧出来啊，衔接8号是一条线路，他放弃了。那么这么大这个力量拿捏啊，觉得特别好，需要比较细腻。对，其实刚才是右边中袋、左边中袋、右边中袋、左上方顶袋，然后下来，这么着还得再拿一个细位。这个几代借力还是很难的啊。汪洪峰
七号球。过来看看角度，二三左边底带都有下的话，有机会可以利用这两颗其中一颗，把边框的五号球也带出来。红三，高杆。推到屏幕的右边啊，向左边去进攻。稍稍有点过头，这样的话没有向上角度，他能不能够停得住啊？叫一个六号球右上方底带，不然就推过，不要让黑八去坐上斯诺克。换了，打六再来调整。中带。都不错。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啊，衔接八号，可以选择推杆啊，直上直下。还是喜欢发力走两脚。看力量，中带要变底带了。第二局，猫风胜，比分2-0。第三局，汪沐风开球。开球时机。继续击打。
奖场准度还是非常好的。那就是在这个先后手的这次先后手的选择上，嗯、对吧？选球次序次上啊，啊，白球到位率稍微再严谨一些，别太随手。本身从他出杆的这种方式击球的这种感觉来看，他球风就偏快。嗯，打一个随手球啊，手感球，状态来了啊，无敌状态，状态一不在，很难突破局面。而且，他的对手啊，包括的这个节奏跟速度，他俩刚好对相反。包锋是比较稳健的，而江城这边是稍稍快一些。嗯。你要么火力压制对手，要么就被对方带入到对方的节奏，自己无所适从。就这盘球后面这几颗跟上一盘有一点点相似，虽然都球形不太一样，但也是可以有机会选择两个中带再上去打底带下来。这盘是这样选的，中带再推过来，白球稍稍有点多啊。那么从两个人的发挥来看，其实包鸿峰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球员啊，在 TV 台的这种发挥啊，还是更稳健一些，更正常一些啊。对，江城这边感觉到，我相信他这个速度跟节奏也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节奏，还没有到比赛状态，可能 TV 台灯光啊、环境啊，多少都会对他有一些影响跟牵制啊，紧张。希望随着他如果说这一分能拿到的话，多少缓解一下这个紧张压力，后面的比赛，哎，可能会打越好。是的，有一分在手，心里不慌啊。是。您看，这最后打着打着就，这都是一些肢体动作，对吧？甩手、甩手汗等等。好吧，那关键球。没打进。有些时候，你越想放松，越想打得准一点，就越容易出问题。继续啊，轻轻一点中带小低杆、嗯、回首上方11号球，然后左边9号下来，13叫黑八，会后面的8号球还要看一看准度，并不是说这个黑八会很好打。最后争取啊，把这白球停到这个我们刚才屏幕给到零啊，数字零上方附近，哎，就给到这个零号上方附近，基本上到位了。嗯。看会不会啊？我们这边没有一个划线的一个软件啊。如果以后随着我们直播团队的软件的精进啊，设备的提高，能够让张指导，哎，附近画个线，大概是一个区域啊。不敢随便画呀。嗯。这个合理性嘛，对吧？合理性肯定是能给大家最少1到2条线路、嗯、这个是没问题的。第三局包鸿峰胜，比分3-0。
局，江城开球。大球没进，嗯。看一下啊，单色球好选，左上方的顶带七号，打进七号，啊，主球从三六中间啊，上方的位置衔接三号球中带，啊，然后三六七打光之后下来，就单色球的局面支持青光啊。首先看这一杆白球的位置。横向走，还是做三号球中带，就在这个位置。果然如我们所料，停到这两球中间了。这个位置是衔接球比较合理的位置。想的有点多，也是因为那个角度决定了，嗯，但是一定要留一个特别好的白球位，是不合适咱二号就再调一下。对，高杆啊，从下往上，有机会要兜黑八中间这个位置，看运气怎么样。嗯，八号能接受，有翻中的位置，或者现在啊打五号都有机会弹顶库啊，再去带一下右上方的这个花色球。嗯，也有机会，对，机会是有，就是这个球啊，看怎么选，尽量别再 K 了。是。我们假设一下，这个球 K 完之后停在十四号附近，那么从十四号附近这个白球位置向左边和下方甚至去看的话，六号黄一肯定是特别难打。暴风峰四三延时。暴风还是想 K 啊，这球确实是 K 完之后不太容易出好效果，除非是刮完之后白球能出来。打四打一，六号上去，翻带有把握，最后可以交翻中啊，那个位置还是不错的。或者留一个六号球也可以啊，最后带一下，嗯，可做翻带啊，可带开球，单一六号球是可以这么打的，嗯，就是下面如果还剩两颗的时候最好还是别不要 K， 是这 K 球的时机啊。这样的话翻中吧，嗯，就别强求了。这个位置的翻中，八号球在库边这个距离的翻中啊，其实还是不算太难啊。它不像贴紧库边的，它跟库边有一个距离，你可以判断一下接完之后八号球的分离角度。对的。可能直观的判断入库的位置。有把握呢，就稍稍发点力量啊，不要太轻。
没问题。第四局，方欧风胜，比分4-0。第五局，王洪峰开球。包峰这个开球目前运气还是不错的，是的，这一盘局面也可以，看选球花色，就是说花色球球与球之间距离比较远、啊、比较远啊、嗯、上半台四个球不太好围上。有点受力打，那这个球打持一是个薄球啊，白球尽量还是不要碰的啊，就不要下低杆，就正常高杆推，三四中间上去，三四中间都可以叫13，就是小点劲儿呢叫12号球，大呢走2到3库以上，嗯，直接奔着左边开球线上方第二库去叫。嗯，犹豫了。这就是不坚决啊，就是想不清楚我到底把哪个放到第一方案里面。上方12号球，看准度怎么样？这杆球啊，他瞄了半天，后面把杆法大家其实可以，如果有回放的话，是逐渐放低了，高到中，对，到低，他只要把这个中杆左塞挂来就好了，一上去就不要撞对方球，还好准度好，再挂包边10号、嗯，不错，哎呀，效果还真不错，嗯。经验啊，带了一些左侧的旋转，就算我收不好力，但是我是往屏幕左侧走，也能闪出一定的角度，最后衔接13号。这球可以啊，不用尝试去 K 球了，
直接避过就好。注意力分散了。这个并不算太难的啊，十四号就中袋打丢了。十四呢，也是给红三增加了一些问题啊。那么，江城。及时的控制住自己的一个节奏啊，产生了一个局面。看能不能拿下本场个人第一分啊，跟前面那一盘球有点像，右下角底带，但这个白球比原来的位置要好，而且黑八近一点，稳住军心啊。好的，第五局江城胜，比分1-4。第六局，江城开球。感觉这一分扳回来啊，这江城气势有一点点要回升啊。这一冲球进了不少于两颗球啊。嗯。局面也不错。上来看能不能先选单色，选花球的话，屏幕右边的十五号又是一个难度。二号，低杆上去再下来。哎，没太敢下低杆啊，这杆球，明显是低杆不够。
好球再准下，哎，白球这个位置红三右边中段还能进攻，但是白球的位置最少有一半是不能打了，因为这个白球啊与七号球离得太近啊，所以刚才江城是要求裁判啊清理一下白球，但是裁判这边是拒绝了，有些微妙的球裁判确实是可以拒绝的，容易导致啊有些比如说复位啊，对，不能复到原来的位置，万一这球复位贴上怎么办，对吧，对，我们刚才看的是有一定缝，可能一个头发丝儿的这个缝隙，那好我给你擦擦完之后我复位一旦贴上了听或者对吧，嗯，或者是比现在缝隙要大，嗯，或者能下低杆了，或者说一些四值四够非够的，对吧，忽然间够打了，这就是问题啊。在以前的比赛当中就听说过啊，球员们在聊天的时候这球我看着不够啊，出现问题过让裁判擦球啊对吧，都会有，当然也是避免不了啊，嗯，就是有一些投机的心理跟行为在里面。帮进啊，低杆横台做斯诺克，哎啊，这杆左手没有帮进，能不能借力啊，吃库借力，五号球这个位置从上方用十五号向下来接力还是不太好接力的，争取有机会可以去 K 或者是先做一个防守，先做防守，这个位置不算很严谨啊，下方可以扫库边，寺庙
自由球。中袋打进啊，有机会可以从下往上勾或者直接顶，左边有十号球，只要白球不掉袋就行。十号看不到，可以啊，用这个十一号或者十三号跟八号来做这个吊球啊。自己是牢牢的这个球形啊，包括球数啊，都占有绝对的主动。就是担心对方一个超必杀，就是勾进啊，或者大力的晕下解禁，然后再走黑八位，那也没办法，那是起码你应该做到自己能做的最好。这球就应该打理了啊，左中没撞到球，稍稍有点收，打理呗。那对于包锋来说，现在这个局面已经是形成了啊，基本上都可以去叫中袋，先看他怎么处理吧。然后后面黑八的位置呢，看看你不 K 五号球，直接八号球两上方两边底袋都是有的。这球其实不用太纠结，最讨厌的其实就是十号球，可以把十打了，叫十一，对吧？然后左边，十三号、十四号，十秒。方红还是没想的特别清楚。十四，十三传十啊。十号不打掉吧，每一杆都让包红峰都觉得好费劲。他也是在想了半天啊，是最后又没办法。现在两边底袋都有下啊，中袋，相反中袋啊，两边中袋都有。哇，这杆球可以推过来啊，有白球下的角度啊。对，抬高杆尾的话，还需要你一定的准度并且控制力，不抬高杆尾的话，就高杆轻推。八号球的左上方的顶带。对了，也算合理了，只不过就在前面处理上确实费了一些周折。第六局，汪峰胜，比分5-1。
第七局，汪洪峰开球。开球失计。江承玄，这球可以尝试一打，最起码七号球是可以选择的。Illegal break 哈，就是开球失机的意思。2-0。那包洪峰再有一次的话，就将被判负一分。对的。随后的比赛呢，再累积三次，判负一分。这也就是技术冲球控制力量啊一个弊端吧，它的优势就是冲完之后一旦有球进啊，局面非常简单，能够形成很好的进攻清台的机会。但是呢，一旦你不能保持良好的手感，它会频繁出现失机。江城啊，像这种包风的失误机会要尽力的抓住去拿分。目前从场上整体的控制局面的时间啊，包括成功率来看，包风是领先很多的。嗯，比分上能体现出来。江城感觉就像一身武功啊，没有地方去用。是的。嗯，又多了。再走，坐上了，怎么打都不顺，而且想法上也确实有个别球是有问题的，然后白球到位率不算高，就越来越难。两库解球，左边中带。解到，那我们现在看看15号以及12号球右边中带这个位置啊，有没有相贴，或者有一点缝隙有多大，能不能后面利用一些组合球去进攻。这杆11号球有机会轻推下来64啊，甚至于60号球，去从屏幕下方往上将15这个位置去带开，甚至于说这杆球如果说直接贴着14下来，再从屏幕右边上去，也有机会。直接来了，哎，顶到对方的2。是不是自然角？不
是自然角的话，还需要 K。地杆点过四五号球就好了啊。好，八号球左下方的地带。第七局江城胜，比分2-5。第八局，江城开球。看看江城选球，嗯，这杆长台啊，准度是没问题，但是白球留这个位置正好是一个后斯诺。右侧中带五号球，看要不要拼。他瞄了一个组合球的位置，但这杆球组合要是传不好的话，就把十号球带口闪出来了。还打中弹，
这个方向感觉这红三，还是能够完全看到。看角度，是笔直的推过去，还是有一点点向下去顶一下十一？球啊，基本上能可以再扳一分了。第八局，江城胜，比分3-5，开球清台。九局，包厚峰开球。八盘球，把红方5-3领先。仔细来计算一下，中间其实如果说包红方能打的那两杆球稍微正常一点，目前应该是7-1。没错，可以说送了对手2分。对，这就是比赛啊，比赛场上的有些状况是瞬息万变的，尤其球员心理上的一些波动啊，白球没有到位，然后没有打准等等一些球。就导致你在比分上感觉一上来很顺，打对手有个4-0，但是转眼之间啊，对手还能赢回来再。
边裤啊。要不要做八号球的左上方顶带？或者推杆啊，横向，右边的中间都可以。没问题啊，那看来宝红峰应该能带着三分的优势进入到官方暂停。比分6-3，开球先台，官方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未到，快进去。
三局结束，比赛继续第十局，江城开球。比赛是21局11胜。那包鸿峰呢？抢五，啊，江城抢八。本时段比赛呢，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。明天上午9点钟，比赛继续。看看 K 球效果还可以啊，八号球左下方，也是 K 到了边框附近，右边红三可以继续进攻。啊，这个红三看能不能调到12号的左边，然后打4号球左边中带白球，尽量的先去处理5号这个位置。看角度，有 K 吗？有 K 的话，高刚还可以再去带一下。好球，还是稍稍有点薄啊，这个篮球是不太好去抓，就非常细腻的一个右边的边扣停住，然后打左边小球中带这样的一个位置。对，安全线路还是打底带，主要原因就是角度有一点点大，想叫中带需要下低杆比较低，带反赛去卸力才可以。10秒。延时，还是带了一下，而且这一带吧，增加难度了。嗯，你说你推杆，右下方底带，都有可能白球也避不过失误。中带更避不过，
你这个刚才给那个角度啊推下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一侧10、14、12，都有可能形成障碍，球是特别多的。嗯，还是想顶啊。看效果，哎，开了也不行。嗯，基本上这个角度是不太好往里包了。自己摇摇头啊，判断失误，这是判断失误，就是他想的跟打的不是一样的，想的非常好，刮包边下来。那也得尝试往里去薄啊，肯定是要挡袋口的。嗯，寺庙，岩石。看这个解球啊，5、4，还可以解到右边14号有机会。嗯，这个防守又没坐住，比赛时间已过半，漏球了。极限包球啊，犯规。自由球。
师傅可以先把上方十一号先解决。打十一下来，十二号中带可以再过渡。十三、十四交黑八，第十局扳回一分，比分4-6。第十一局，汪峰开球。犯规。彭鸿峰这边也是累计两次开球失机，为了避免第三次的出现，大力的冲球，白球不慎的掉落中袋。先后自由球。虽然说感觉江城一直还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一个状态跟手感，但是比分已经是慢慢追回来了。没错，对手开始出现注意力不集中，低级失误等等。在对手的火力减弱的情况下，看江城能不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啊，把比分迫近，甚至反超。这杆可以下来啊，先做十号球。力量还是太重了，想法是对的啊，先做十号，还能看见下球点啊，现在得将城来自己判断，如果能看见的话，还可以带开上方十号的上方的两个球。
力，直上直下。中带。习惯性的带一些旋转。这杆球不需要带塞啊。机会，非常好的机会。江城已经成了开路先锋了。自由球。中带。换了，三号底带，五号中带啊，就相反中带，然后打二号向下，下方四颗球一七四六啊，可以从上往下按次序来打。哎，他更习惯这样的角度。这颗球有点角度太大了。轻描淡写没有问题，但是一定要叫一个很好进的白球位置啊，就是你整体动作啊，一直要求，比如说你的节奏啊，连贯性没有错，但是你的白球一定要到位。六八可以叫同带，十一局汪峰胜，比分七比四。第十二局，江城开球。
先后自由球。寺庙。这个节奏的速率啊，走道上好像有点快了。有变化。不好啊！好球双下，四号多了，这低杆好像又走过头了。江城今天在这种就是小范围的小细位上，个别球还是排球到位率有点太低了。这也导致了他目前分数啊落后比较多。逼迫自己啊，要拼难度球，对，做一些勇敢的事情。这鲍鸿峰这边要减少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了。对，别一个大好的局面，因为这不是走大走小，就是打不进，他就这种情况，对，很伤的。没敢交位啊！没太敢带锁。那你这样走的话，就需要从下面走三库以上，甚至于说四到五库了。打中带，从下面边库、底库、左边边库再上去，大概走一个，比如说四八缝隙或者三八缝隙里面的这个位置，然后还有右边上方的边库，有可能成为第四库的一个吃库位置。等于说你这个杠杆不能特别低，右塞又很强。对，三八缝隙中间上去，就有点难了。
看低杆。这杆球可是难打，低杆减速，然后再看准度，还需要下低杆叫三号。拼防守就打十一号包边，继续往屏幕右边去放，因为这两颗单色球都是在中袋下方的。杨成呢依旧可以做防守，白球放到屏幕左下方，把白球跟目标球的距离拉远，增加暴风的一个进攻难度。形成了一个反调，
要不要攻？十号球左上方的顶带。还有的打，还可以拼。球，那再来。孤注一掷，打进就好。延时，机会要打进三号，从上往下做五号球。看你准不准了。第十二局，江长寿比分5-7。
第13局，王洪峰开球。身后自由球，冲球白球落袋，江城这边上手选球，先后自由。是啊，不慎将白球送入袋口。自由球。两个人在暂停之后，失误开始增多。这盘球上方的11号球还是问题啊，先来打9，上方6号角度15号可以横向的从里面兜一杆啊，将6号球 K 走，11就够打了。直接 K 到，是运气效果都不错啊，能完成青台这很关键啊。左边横向推高杆弹起来，右边 K 叫13中袋，然后下来调12号。高杆向下推，一定要留角度，因为这个黑八是在屏幕右边的啊，留横向角度还是留直接向下角度，推的靠左一点还是在右一点。比较强的左塞，中高杆左塞，3-4缝隙中间上去，就是关键球啊，打丢了。那这个位置看江城能不能打到4号？
如果说现在这个位置四号高下的话，完全可以奔青台打。关键看他个人想法，是保守一点的轻推，不进用五号打，还是抬高杆尾打中低杆发力。啊，完全够下，没问题。打算继续低杆往上走，六五号角度球，用五号再去交六。因为黑八刚好在屏幕右边中带的附近啊，后面叫黑八不是问题。角度大，高杆推呢，就是左边边库、右边上方边库啊，或者是直接带一些比较强的右塞，也可以直接从左边边库叫到屏幕最上方的顶库。十四局，江城开球。中带推进，江城现在比分也是落后一分了啊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心气上来了，但是今天整场比赛里面江城的表现不好，而包峰在后面其实感觉好像有点绷不住了啊，心里的负担比较大。对，并没有前面打得那么流畅。
打一 K， 但是四号球并没有被 K 进。左边看看这个十四号能不能单打。教面的教位的局面啊，十秒，只能打顶带，下低杆去做十一。中带不好坐位，不好教位。没了，十秒，延时。角度合适啊，但是白球位置呢，稍稍有点不太好出杆啊。轻推不能碰球，中带较道。有把握啊，这低杆还需要发点力。叫六号球左边中带，没有把握，坚决一点吧。嗯，没把握就轻推。嗯，然后六号球呢可以跑一个三库，或者再没把握跑两库也没事儿，毕竟下方还有一个带口的四号球呢。对，打薄一点点弹起来啊，硬大物小，这个球就算是再弹回到中带附近，这个黑八打右下角也是没问题的。非常艰难的拿下一分啊！第十四局，王洪峰胜，比分8-6。
第十五局，汪洪峰开球。因为本身包风也是有开球时机啊，在前面存在，所以说不能小力炸。这根大力炸完之后的效果也不算好，屏幕最上方的单侧球红三啊，花色十二号，选球问题不大，四号十一。关键还是想选，就要最好选到一个上方的难度球附近啊。有很好的衔接球可以去带，可以去交位啊！这组颜色球，十秒，选花球，用上方啊，关键十二号，这杆争取可以奔着。十五号左边中带，十号球左上方底带这样的一个位置去交。如果下高杆不需要非常高，蹬着往前走。下低杆需要从四号下面走了，再上来。哎呦，感觉这白球还是。只漏了三分之一啊！如果打十号球，还好，能把球杆放进去。看这个位置可以打九，十二号能保。十秒，延时。好球，非常准，而且十五号这位置稍稍有一点点过头。这杆球直接叫十不好停，还可以向上走，下低杆顶七都没关系，关键收着力打。那看包风这个架势啊，十五还是不想打，他就推十上去。不要撞到黄衣，力啊，老是在收着打，完全没给出去啊！而且他用的杆法都是一些低杆减速，低杆减速啊，小力，导致这个白球行进的时候在线路上。是容易走得短，距离太短，就不自信的表现，想包进，最起码、啊、就是只就包进啊，没有任何的想法跟自信啊，始终突破不了这个内心的平静跟这个障碍。十秒，五四三二，到关键时刻也顶不住。
右上角底带。哎呦，这杆球忒薄了，推的自己也是一身冷汗。留一定角度啊，做三，别走了，还能再推，推进的话黄衣继续中带，一号可以衔接。再有球不打了，看样子这红三啊，可能后面还要用黄一再传一杆啊。下边六号球，地杆横台有没有机会把黑八啊也带出来？四号角度合适，这角度可以啊。嗯。带得很漂亮，传球千万不要力量太小，嗯，力量小要传到红船的左边或者比较正。太轻了这个球，担心就是他传完之后呢，这种情况就类似于这种，就传完之后白球目标球变成有点贴库没得打了，或者往左边一点往右边一点过头。就算调回来了啊。对，算调回来了。这是不容易，两个人打的太艰难了。第十五局江承胜比分7-8。第16局江城开球，
有球进。时间呢，也是十分钟多一些啊。嗯。这盘球如果能拿下，八平，后面双方双赛点，谁再赢一分，基本上就能获胜了啊。对。先打进，定颜色，单色啊，真的是好。从后面能看得到啊，目前左边的这两个中带球六五，其实有机会，如果你想打的话，都可以打掉都没关系。留七号球向上叫黑八都可以。这个时候看时间有点早，十一分钟。怎么打的话也不可能打到这一盘打完了，还剩两三分钟哈。所以说这一分一定要拿下。二号黄一。把七打了，那么刘匡一在这个位置上去叫八号球啊。保险的位置就是类似于现在这种位置，在缝隙中间打，不然就往上走。但往上走，你老想着过这个十号球，就有可能会过开球线很多。说这个球一定要想清楚啊，右边中带上方，对，吃空，基本上过中带往上一点点，有旋转在里边，就可以保证八号球左上角好打了。一定要带一点点的左塞。好球。现在看时间早一些啊，不要因为这个来分神。第十六局江城胜，比分8-8，开球清盘。十七局，汪洪峰开球。就是大离开，现在这个白球又是飞出了台面。江城上手，十分钟。尽可量打，能打两盘球。先后自由球。关键看双方的一个时间的掌控。本时段比赛结束之后，今天的比赛要全部结束了，在明天上午9点比赛继续。
致命。哎呦，还是好像有一点点轻啊，这个力量十三，怎么样能看到吗？接球吧，或者就打跑之后就定在那儿。是防还是攻？失命。岩石，漏了一个十四号的中带，但是我相信江城应该考虑，如果十四号打跑了，上方十号就怎么 K 对吧？九号有机会 K， 十四有机会 K， 但是你打掉一层车，你多啊少了一个选择啊。量的也是一个去传对方球的白球位置。感觉啊，这架势有可能点球了。看掌控时间啊，嗯，或者是一分绝杀，或者是进入点球。你两个人目前的状态，现在这个球形的局面。基本不太会打光，是的，而且确实这个局面太复杂了。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五分钟。五分钟啊，打五就还是做防守，白球往十号上面去放，好球，看这杆解球。失命。
这杆球运气不错啊。十秒，五、四、黑八附近啊，一个问题。那么屏幕下方六号十五这位置还是有问题。我觉得这杆球应该包锋会打了，争取将时间控制在一分钟之内啊打完。对手上来也不太容易清台。一 K 好球，力量太重了，没关系，还能再打，叫到七最好。横向打七来 K， 因为目前能看到这八号够打吗？右上角底带就五号那边的带口，看他量这个位置。嗯，横向看能不能勾一下黑八。嗯，可以尝试一杆。十秒，延时。打稍微薄一点。这场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。换了，还是没把握。一杆点进，中带黑八，应该是读秒制胜了。嗯，看能不能绝杀啊。嗯，没有问题，你们也握手了。嗯，恭喜邦红邦获得胜利。好，朋友们，那么今天的 TV 台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张指导一天精彩的点评，也感谢阿苏，嗯，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陪伴，我让我们明天上午十点钟再见，九点钟再见。